们开展雪地长途行军训练，负重30公斤，走在雪地上，一脚深一脚浅，对我们特战队员体能耐力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。谁骂的谁是菜鸟？你好容易想当菜鸟吗？我们把特战队员拉到野外极寒条件下开展极限训练，提升特战队员体能、技能、意志力和心理素质，为提升反恐自身能力奠定坚实基础。